个好嘅学习环境对于子女嘅成长尤其重要，所以住喺名校网入读名校，相信系唔少家长嘅愿望。如果你都有同样嘅谂法，就一定要留意何文田嘅新馆校名。嘉利旗下何文田校名坐落九龙喇沙利道十号，为现楼项目。校名共提供73个单位，实用面积介乎298至1990平方尺。户型由一房至四房间隔，当中一房有60伙，约占全盘的八成。先带大家睇睇示范单位。何文田一带嘅租务成交都活跃嘅，咁每个月大概有50至60单到啦。咁啊，尺租嚟讲，若果系讲紧一啲十年内楼龄嘅，就50蚊至70蚊一尺到。区内新盘其实都好多好阔嘅客人嘅可以，咁啊，譬如喺另外一啲区嗰度新界啊，或者系想出嚟读书嘅朋友，佢哋会想搵一啲近翻学校翻学，又或者系想抽学校嘅朋友啦。咁投資其實都可以嘅。項目鄰近多間著名學府，其中小學屬於34校網，鄰近喇沙小學同埋馬利諾修院學校；而中學就屬於九龍城區，有喇沙書院、香港培正中學等學校，學術氣氛濃厚，係家長嘅理想居停。如果想入讀國際學校，何文田一帶亦都有唔少嘅選擇，包括英皇、佐治五世學校等，家長可以為子女揀選最合心嘅學府。康明位处九龙核心地段，位置正中大旺之余，四周交通亦非常便捷。区内嘅社区规划完善，唔同嘅大型商场近在咫尺，其中包括位处旺角东嘅 MOCO 新世纪广场，同埋九龙塘嘅又一城商场。两个商场里面嘅名店林立，必定可以满足住户嘅生活所需。如果想去舒展一下筋骨，住户亦都可以前往占地超过11公顷嘅九龙仔公园。公园里面设有洋紫荆园、自然保育园地等，环境恬静舒适。